因为感谢，所以幸福。今天进入了第六天。对你而言，每天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是手机。手机给我三大功能。第一个，我主要使用它来与外界联系。第二个，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工具，因为我每次在聆听音频、观看视频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透过手机。再来，它是我一个记录的工具。我每天在 YouTube 7点钟有发表视频，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透过手机来录影，因为它能够让我到不一样的地点录影，然后上传到视频网站，所以呢方便很多。今天呢，我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手机。